迷过路吗？在人生的旷野中，会彷徨，怎么回事？不知前路在何方。实在不好意思。实在不好意思。也疲惫，时常与压力较量。刘老师，展会提前了，布展方案明天就要定。我觉得你这个酒层次不太够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再试试。咱们这个项目怎么现在突然叫停了呀？这个方案是我们已经设计好的，我的工程已经干了一半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人生如逆旅，用障碍绊住我们的脚步，但出发的决心永不服输。是跑者，就不停。看不见前路，我们依山而行；丢不掉重压，我们破土而生。撞墙了，闯过去，不回头，不放弃。人生不给赛道，我们自己造一条。不畏逆风，不惧爬坡。从这坡下来，应该找到。用脚丈量的每一步都是路标。这一次一步可以把它拿下来。旷野永不知道，跑者天生好动。无论朝向何方，21.0975公里处不仅是终点，亦是启程。这一次，下一次，每一次，你战胜了无数个想放弃的自己。跑起来，去征服每一条赛道，用配速冲破人生的路障，听心率，擂响迎难的战鼓，与风为伴，刷新纪录，去下一程，步履不停，跑起来就峥嵘。